今天预备很丰富的诗歌、见证和信息，感谢主，盼望来的每一位都有丰富的收获。阿门。那我们先翻到后面，看到这第一首的诗歌。阿门。是我们看到第一首诗歌是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》。那我讲解一下这个这一首诗歌的词啊，其实是以色列，就是现在打仗的以色列，他们的君以前的君王叫大卫王。他在西元前1000年左右的人物，那这就是他写的诗篇23篇的内容。对，然后那个时候以中国来说就是夏商周的周朝，对，然后他写下了这一篇，然后呢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对，那我们就用激昂的方式，我们来享受一下这首诗歌，我们请行起。
随着我
三分之一的份额，比我这个月就要30岁了。